妈妈癌症，爸爸总是希望妈妈能吃东西才有营养，可是强迫的时候他吃不下就会吐嘛。那我就讲说啊，一定关系。我一到的时候，当那个李仲菩萨就跟我讲，他是基督徒。我说啊，哥，我你来专工来给我关怀，我专工来给你关怀。我有泡面，我有现金吼，专工走到台中来给你关怀。你还笑干呢？哦，你念你的阿门，我念我的阿弥陀佛，慈悲门、智慧门、如来门，这是我的阿门。我的阿门是阿弥陀佛，慈悲门、智慧门、如来门，弥陀如来嘛，它不离慈悲跟智慧嘛。所以很多老人家也常常讲，方丈，你我就好我金灯，好啦，就你烦恼金灯，你地位就来了。你话在东啊，地上每一口气，福报业报未完，走未去，对吧？任务完成，老未掉，啊、哦，所以你就爱地上生命的可贵。后来我听你的话，我是讲我看未到你啊，本来拢食袂落呢。跟人家讲，我想要食啥，我要想要食啥，你心境啊打开。